老师好，我叫兔子。舞台上的气场非常足，但是在下面是一个特别随和的人，他是一个很圈粉的人，反正我是他的粉。我们是 X Group， 站在街道看着蓝天，我要说不下去了。就闷骚，然后一跳我就非常的狠，那种就一跳我就很带劲，你知道吗？带劲。你为什么叫兔子呀？因为他们说我长得像流氓兔，就我眼睛是有点那种嗲嗲的。我其实不凶，但是我 battle 会用 battle 的方式去 battle 音乐来的。如果 battle 是那种很凶的音乐，我就会很凶；如果 battle 是很温柔的音乐，我就会很温柔；如果 battle 是很性感的，我就会很性感。都是音乐 first。嗯，都可以。I see her getting dressed, put on a freaking dress, painting on the red lips, see the way the lipstick.那你觉得你是一个很明确的人吗？肯定是啊，嗯，我一点都不凉的，比较直来直往的性格，但是不是那种傻直。他是那种就是我每次跟他吃饭，他都不会让女生结账的那种人，帮你支起一片天的那种感觉。就女生嘛，女生肯定是需要被照顾的，我觉得。如果是男生，我觉得应该要做到这点。哇，我太温柔了，我很温柔的。我其实觉得自己是算感性的人，就包括我对我在音乐上，我的风格，我处理音乐的，我不是技术流的，我是情绪类的舞者，我是 feeling 的舞者，所以我很喜欢去感受音乐。我不爱哭。阿奇 AB 廖廖小五直播一次，谢谢你们。不要哭啊。因为我跟他以前是队友，他就跟我弟弟一样的，这个小孩子就是。阿奇是你弟弟啊？对啊，他看着比我老是吧，比我小很多哦，就每天就带个儿子一样的。今天超市槟榔买不到生气，你不给他个糖就生气，懂我意思吗？就是真的小孩在那儿过一秒就好了。所以当他走了，我是会就很难过，而且他在台上那讲话都讲不清楚，那个小孩子也不会讲话，支支吾的还不知道说什么，就也受不了。嗯，很感谢加油。然后就是要一直努力下去，晋级的兄弟姐妹们一直要为队长尽一口气，谢谢你们留给这个舞台的美好。你觉得你是什么样的人？我觉得我还是一个单纯的人，善良的人，而且可爱的人。嗯，很 nice 的人，我觉得是不是有点过分了？很不假装的人，我觉得我是。对，我是个很真诚的人，如果别人这样说我会很开心，最开心。人狠话不多，虽然你看他闷闷的，然后呢其实他挺可爱的，有时候做一些一举一动啊，说话啊，要不就不说，一说出来吓死你。闷骚，闷骚兔。我应该以为他年龄很小，但实际上也挺老的。你是哪年的？我88年的，特别小。童哥我比你小很多。嗯，嗯，我基本上不美，真是对不起，我没美，还是比你小很多。我面膜基本上都不敷，麻烦，太麻烦了，就是什么还两三层，就是又啪啪啪又什么补完水说擦这个霜，擦完这个霜擦这个霜，还要买什么仪器啊？我天哪，我想想都大。他们是有人叫你闷骚兔吗？有吧。为什么叫你闷骚兔？就我是那种，不熟的人可能我就话都不会说那种，
熟了之后可能就特别开朗，就是怎么讲，所以他们可能觉得这个人就闷骚一点。哈哈哈哈哈！太厉害了！这些人有什么对象的想法？没有，大招的想法有没有？来，告诉我一下。你这个人真的是，这怎么是秘密？你看，就是这么的不互报复，交流都不愿意跟我交流，在这种时刻就能充分体验这种兄弟情。在场上看好不好，又不是对手。有没有什么你不用的，你觉得不够好？就是大家站在你哪里，什么都不跳，就站两分钟。脱衣服是吧？觉得长。一件一件脱的。半决赛那个舞最难的是什么部分？最难的就是要用街舞的动作来跳，把新疆舞那种热情跳出来，不是说把它模仿出来，而是真的能够把自己融入到他们那个文化当中去，这种融进去是很难。最开始你们是不会跟他们眉目传情的。对，就最开始没有这种概念嘛，因为平时跳舞就可能更多的是肢体的一些，或者是那种情绪是面对观众的一些，但是跟女性在台上做那种感情的那种交流可能平时练的不是那么多。那你最后怎么找到这个点的？我天哪，我每天就看到，就一看到就是每次一看到就要变一下，就是这种练的。你可以前后拉开，看我就过了，走。就我会叫朋友们去 KTV 唱歌呀，这样会放松一下。好，我们去唱歌吧。终于放松了，就我们去唱歌吧。Yeah， 哎呀 go， 太不容易了。我听说我都会唱，我没唱过这个。我不停地追逐那一丝的幸福，就像是闭上眼睛追逐我的路。我扬起万千风帆，告诉你我的孤单，在拥有难难过烦恼多就是唱的特别的让我吃不下饭，就是算不错了，不错了。他今天已经超常发挥了，他今天已经唱的比他上一次好多了，进步了，进步了。他一跳舞就我觉得就是特别撩的那种风格，挺有意思，有被他撩到的感觉。军哥就很会耍帅的一个人，抛个媚眼啊，做个手势啊，嘚瑟一下，就是这种啊。接触跳舞其实是很小时候就有看一些录影带，就是 Michael Jackson， 这算是我最早接触到的跳舞了。那你是怎么后来慢慢的是真正的是进入这个圈啊？这个很神奇，
读书的时候，就是广州一个很出名的一个团队，他考试招人，就是招新人。那我的朋友们就怂恿我，就说，哎，去，你去试一下。当晚我就去了。就穿得很帅的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十七八岁的小朋友，说穿得特别帅，打扮了一身，哇，就像韩国明星一样，去考试，一去哇，有二三十个人都是跳街舞的，就大家都是学了很久的那种，那种感觉哇，好厉害那种，就要看哇，怎么这么厉害，就有点害怕了。好在有几个朋友陪着我说，你不要怕，不要怕，等一下就去试一下就好。我想。管他的，来了来了，玩呗，就收了，我也不管了。回去完以后，那天晚上我们就吃宵夜，电话就响，然后我就听电话，我说喂，他说啊，你好，你是刘俊成吗？我说对，我是，啊，很高兴，你今天的考核面试过了。我当时就傻了，我就跟我朋友说，我过了，我的天哪，就特别开心。也觉得自己特别幸运，那就开始了正式的跳舞的道路，就开始每天上课。那你练的时候会不会很痛苦？其实我觉得跳舞对我来说从来没有痛苦的感觉，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，我在里面很享受。我发现你桌上的眼睛里面是有光啊，对，告诉你这个很厉害的，当你在说一个非常有能量的事情的时候，我们周围的光都会变得特别特别的明亮，然后你的精神一下，你的 energy 就会释放出来。因为跳舞真的是件很开心的事情，就是你一辈子都愿意为它付出的一件事情，所以你一做它，你一定是很开心的。因为我做的是我想做的事情。没有人不服，机会越来越少，大家一定要把握机会。就一个，当时出来原因其实很简单，就是我觉得听到那个音乐我蛮有感觉的，就能够感觉到有一种场景啊，一种意境在，就我能看到画面。俊俊他是一个非常有想法的一个人，你都可以从他的舞蹈里面就能看出来。他想法特别好，然后很单纯的特别爱跳舞。他舞蹈就是特别有怎么说呢，创造性，不是说他的编舞，是他的 freestyle， 他即兴出来的东西会让人觉得很惊喜。我说实话的，我跟他搭档那么多年队友，就因为他真的跳舞很有魅力的，我才选择他。这次跳完之后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像个迷妹一样，啊，就在那个，哇，你知道吗？哇，太帅了！这次真的是太会撩了，太迷人了。真的是受不了，你知道吗？幸好我不是个女孩，不然的话我当时晕倒了，你知道没有？觉得太帅了，真的是。他就说他是你的头号迷弟。我的头号迷弟吗？那我也是他的头号迷弟，我们互粉吧。变老的那个作品，那个作品是谁想的？那个作品是小海提的想法。门前老树长新芽，院里枯木又开花，半生存。怎么去抓住老人的这个神态啊，这个情愫的无尽？就想象自己真的变老了，就把自己的情绪带到可能四五十年后吧，爱我的人啊，我爱的人啊，关心我的人啊，我关心的人啊，我的朋友啊，我的家人啊，一个一个离开我，就是慢慢的从我世界里生命里消失，这个是最怕的。时间到去哪儿了，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，柴米油盐。我不光光是要跳舞，我要去演绎这个作品，就比舞蹈技术要更升华，那我肯定是需要一段时间去酝酿和去调整自己的状态，去尝试着把自己的最好的
情绪和最好的一面，然后就在台上的两分钟展现给观众。啊，哭了很久了，哇，哭了太久了。为什么？想到了什么呀？很简单的一点，就不想我的队友们离开啊，真的不想有人走，就当下就没有办法就哭，感觉好像很多东西都是自己无法去控制和自己去掌控的。半决赛的时候啊，你那个麦被凯特给剪断了。当时是那个衣服领口太小了。然后我们又说，哎，我们方便，我们最后一个有一个动作是亮亮拿着我们衣服，然后我们扯出来，但我们怕领口太小了出不来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们就说把领口剪稍微剪大一点点。哎哎，这衣服里有麦，我麦给剪出来了。我还卡了一下，我说你这块有点硬啊，我这咔给剪了。啊，这是把我笑死了。半决赛的时候剪到亮亮。哦，这个是我们的运气太好了，一抽签，一抽完签以后，你打开了个字 ，Franklin 说，哦，这两个字我认识，是亮亮。上一季特别出彩的就是他和蛇兰的那个精神病院，我们作为一个参考就说，哎，我们要不要做一个下集，那我们就尝试了做了一个 AR 智能的，就是人类去创造一个东西，然后再被这个东西去控制我们灵魂的一个感觉。你们也是戴那个美瞳戴美瞳，对，我第一次，那是我第一次戴有颜色的美瞳，哇，眼睛超级难受，就然后眼睛就很干，然后感觉一直有东西在眼睛里面，就感觉特别难受，眼睛好痛啊！因为戴了那个隐形眼镜时间很长。你自己会化妆吗？会啊，会一点点，就很简单，就打个粉底啊，遮个瑕没了。上网学的呀。就是我原来在房间，我看 JC 在看那个就是化妆视频。JC 呀，化妆还是皮肤？化妆。我拍了视频，我发到我们那个群里面去了。放大，先拍 JC， 然后再拍那个视频，啪，再发我们群里面去。对啊，打开网站看一下那些美妆博主啊，就教一下你怎么化妆，因为有时候有拍摄嘛，或者出席活动，素颜会很奇怪，没有办法，很赶时间，就可能要自己化一化。但是男孩子就不会化那么多，就简单的打底咯。哎，那你现在跟兔子住一块，你会不会就是也会培养他注重一下？嗯，不会，因为兔子太不在乎自己的外在了，天哪，内在外在，我觉得兔子都不是很在乎，他很随便的，满房间都是他的袜子，那个箱子也是很乱的，那我这边是很整齐的，他那边就超乱，天哪，很夸张。我拿什么和你计较，不同的人不受煎熬，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，
今天你要嫁给我，今天你要嫁给我。